又让他跑了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翠翘跟徐海终于要成亲了。这件嫁衣穿在翠翘身上，一定是光彩夺目啊！是的，老夫人。 阿狗和素芳也能成亲就好了。是啊，徐海跟翠翘马上就要成亲了，这两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 你看我这时候应该高兴，怎么反倒叹起气来？老夫人，轿已备好，可以上路。陆贵啊，在，这儿就交给你了。万一严世蕃要来追查，你就说太婆带着翠翘反急告族，千万不可走漏消息。老夫人，您尽管放心。 好墨，罗师爷想必费了不少心思吧？好，翠翘如何确定是我所制的？瞧这色泽，当是新墨，而普天之下能有如此精巧工艺者，首推罗师爷。作坊里传说，罗师爷的墨是1两黄金1两墨。 翠翘看了，倒是金不如墨。此话怎讲？黄金易得，巧思难求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罗某多次送墨于人，这回可是最心满意足、酣畅淋漓的一次。罗师爷是说？ 我即将移居总督府，有此彩木相伴，翠翘闲时可弹琴作画，亦可排除相聚寂寞。师爷设想周到，翠翘真不知何以为报。哎，你我相交，岂可以俗世礼计度量？翠翘此言。 岂非辜负了龙文一片忌诚啊！翠翘早已辜负了师傅。龙文最近见翠翘，醉心诗画，雅好应时。
刻一刻的两方弦印，赠与佳人。家餐饭，长相思。这上夜，家餐饭，下夜，长相思。翠娇，这是龙文对翠娇永恒的关爱呀。龙文一生心高气昂，以为书中方有颜如玉，穷此一生注定要孑然独行，未料直至不惑之年，却与翠娇相识相知，方明白古人诚不惑妻呀。世界竟有如斯女子，可惜。罗兄，胡兄，罗兄，今天是徐海王翠翘大喜之日，余生之日，罗兄对王姑娘情深意重，必然感慨良多，特别造访，盼能为罗兄分出解忧。翠翘毕竟是翠翘，龙文虽深以为憾，却反为他对徐海矢志不二而感动。龙文有幸始终是翠翘的知音人，罗兄毕竟气宇不凡，自然超脱儿女私情，看来是宗宪多虑了。胡兄，当有一事，还望胡兄体谅。罗兄请尽管直言。龙文自知对于朝政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几乎能完成周大人之遗志，便只盼外出云游，从此不闻世事。罗兄，胡兄，龙文心意已决，告而后别，还望胡兄体谅。世间事为，难恕罗兄之才，胡墨亦不敢留难。罗兄，云游之外，别忘捎信宗宪，传与平安。谢胡兄。严公子特为翠翘姑娘在行馆设宴，命属下前来礼迎，请回禀严公子。翠翘姑娘已和老夫人反击告祖，务需一段时日方得回府。请上里边喝杯茶吧。哼，走，咱们回行馆。好，各位官爷慢走啊。
娘子送新鞋来了。什么新娘子鞋？老夫人这么匆忙嫁女儿，连鞋儿都没来得及拿。我临后想，那怎么行？新娘子总得穿个新鞋吧，我就连夜给拿出来了。还好，刚赶上出门。谢谢你，交给我们就行了。一会儿下轿再给新娘穿吧。哎，走。不坏事，我得把老夫人告知老夫人。是是是。真难为你们了，这么大好的日子，应该热热闹闹宴请亲朋好友，现在却落得自己收拾新房。干娘，女儿无德，让您为我们操了这么多的心。翠娇，徐海能够死里逃生，能够与翠娇在此成亲，多亏老夫人关心。虽然我们大喜之日没法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参加，但是我相信他们知道的也一定会祝福我们的。再说能够为自己布置新房也别有一番情趣。只要小姐和姑爷能百年好合，老夫人就会开开心心了。好了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如意啊，快给翠俏打扮打扮。是老夫人。你还傻愣愣的站在这儿干嘛？新郎官嘛，也应该打理打理，体面体面啊。我这就去。新娘子没扮好妆，你可千万别进来啊！知道了。翠娇，阿海真是个难得的孩子，他自己这么辛苦还竟逗我高兴。干娘，阿海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拥有一个安定的家，使每一个人都开心。老妈，这份礼你看如何？湖州的笔，徽州的墨，宣城的纸，好啊。东楼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，王姑娘收到这样的礼必定会以身相许的。翠娇能吃善话，事凡今日是投其所好，明日便可带他回京。啊！严公子，人没接到，王姑娘已不在洛府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是王姑娘出了什么事？属下到洛府接人，管家的宽称陆老夫人带着王姑娘返乡告终。还好属下巧遇一妇人正送鞋去陆府，才知是陆老夫人要嫁义女。这陆太婆想瞒天过海欺骗阎母，以为嫁了王翠翘我就会放过她。好，陆家的梁子我是接定了。
家的梁子，我是接定了。有没有听说何处嫁女，对象是谁？回大人，没有。文华，你可有什么主意？对，陆府在平湖有个别院，如果王姑娘成亲的对象是徐海，那陆家的麻烦可大了。钟楼，成亲多在黄昏，现派兵狼奔还来得及呀、啊！快，即刻派一干人马速往平湖。是。哼。陆公子，虽然我们从未谋过面，但是我仍要谢谢你。谢谢你的衣服，至于鞋子，还是翠翘送过这双之外，我不想再穿别人的鞋了。为什么我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？傻孩子，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你还这么心事重重的，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。如意，待会儿再画吧。那就先带喜花吧。吓着你们了，我是想和翠翘成亲之后就不必在刀口下过活，所以急着来告诉翠翘，以后再也不需要她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太婆还以为你是等不及了来看新娘子呢。哦，如意啊，喜花我来帮翠翘带，你去拿张喜纸给西海，让他把刀口封了。好了。翠翘，这个就当做我们成婚的信物。现在可以画眉了吧？是不是能让我替我的娘子画眉？太婆倒要看看新郎官的本事如何。阿海，翠巧，你放心，我琴棋不精，但我书画比例刚劲，用来画眉，你倒是恰到好处。哎，别动，我就歪了。画得多。周大人，
平阳被犬欺，龙文忠因不敌权势，已是壮志未酬，未能完成朱大人的遗志。龙文是自救悍恨的，而今决意远游，不闻世事，请朱大人谅解。龙文曾经以血贺刘，是欲与性命相搏，而今少爷，龙叔，少爷，万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怎么对得起老太爷和老夫人？为新娘画的眉果然纤细动人，想必张厂为妻画眉就是这幅光景啊。老夫人，您再取笑我，那翠翘的眉只有画半边了。你敢？来，我们画另外一边啊。过门就这么盯着人瞧。那接下来呢？等如意帮翠翘换上嫁衣，就可以拜堂了。好美的嫁衣！难道你想给媳妇儿穿嫁衣？翠翘，来，先比一比，让我想想你穿上嫁衣的样子。翠翘，老夫人不好了！老夫人不好了！刘婆母一见走了风声，恐怕严公子他马上就要来到了。恐怕严公子他马上就要来到了。走，去海翠翘。徐海福伯，枉费老夫人恩德。徐海，大英太婆为翠翘活着，有一天你要带她回到这里。快走。Thank you.
把佳音放到枕头底下。有一天翠娇，你会用得着的。是吧，夫人？少爷，你还是要走啊？程叔，书房里有只香盒，就请程叔转给王姑娘。啊，另外，这是段云别院的钥匙，也告诉王姑娘，龙文一遇官场无赦。段云别院随时欢迎他们来。少爷，罗兄，罗兄，请留步。胡大人，龙文行将愿留，告辞。哎，罗兄，严世蕃派军进入平湖，徐海和王姑娘大婚未成，根本没有机会。今生今世，注定要四处流窜，一辈子有问，一辈子你懂吗？我是同命天生死已定，就算是四处流窜，单显受罪，也胜过人隔两地，相思愁苦。我是朝廷钦差，除了让你担心什么，我什么都不能给你。你忘了，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。我们毕竟没有成亲，翠娇，我知道罗师爷他对你很好，你跟他才能有安定的日子。我不是嫉妒，也不是从，若是也是个君子，你跟他，我也就没有牵挂。曾经，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阿海，你应该明白我的心。可是官府随时会抓我，也许今晚，也许明天，也许他只有一天，他只有一天。我们没有时间去担惊受怕，也没有时间让我们去造他。
然非坠徐海翠翘与绝路不可。宗宪更觉愧对徐海，总期仍有一线生机，可救徐海免于死罪。罗兄，宗宪实不愿相反，只是迫于时势。难道是天不重我？燕赵不杀，国无宁日。胡兄，龙文远在此受命，与燕赵一搏生死。醒来了。嗯。我刚刚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样的梦？就像现在这个样子。但愿美梦成真。苏芳，你怎么累了？咱们继续歇一会儿。是苏芳和阿狗。哎，苏芳，阿狗，薛海，苏芳姐，苏芳，翠翘，哎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你们不是在平湖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陆老夫人心里一定很难过。苏芳，咱们应该回去看看她。我本来应该留在老夫人身边的，现在不但无私没有找到，还让老夫人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徐海，翠翘，我跟素芳先回去探望一下老夫人，过两天再回来看你。经你们转告我干娘，我们很好，请她老人家放心。嗯，那你们多保重。嗯，走吧。十点柴火，顺便带点吃的，马上就回来。你要小心。我会小心。
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傻货子，待会儿你就明白了。起来，给我走。严公子，人我可带到了。我严某说话算话，去把陈东家来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是。官府和强盗狼狈为奸，好无耻！事到临头还敢斗嘴？哎，人既然是我的了，就由我来惩治。是。徐海，我是请你来做客，不过也希望翠翘能一起来。你只要告诉我翠翘在什么地方，严某就可以快叫去接她，你说怎么样？行。是。走。好。五次，你在何处找到徐海的？在西门外十里沟附近的地方。哦，还不赶快派人去搜。是。大当家，总，你的命可是用徐海换来的，要懂得知恩图报。走啊，走啊，还等什么？走。喂，陈东无私这种人出卖弟兄，背信忘义，留在这世上也是祸害。难道你们不懂得为民除害吗？是，严公子，属下自去去办。人生大你的衣冠之争，此之事只怪你不能生在帝王之家。珠宝离开这儿，五四，我守在这里，你快去把珠宝挖出来。是。
了。